给我撒开！我不光要打你，还要休了你，休想！当初陈家穷困，全靠我们葛家。那又如何？如今陈家势大，葛家势弱，我想打你便打你，想休你便休你，你又能把我怎样？你敢？我阿父对陈家有恩。什么恩？资助粮草吗？县里乡里哪家大户不曾献过？我们护卫乡里周全，使得众乡亲不至沦落刀枪战火之中，保全了多少何家性命，不就出些粮草财帛吗？也算是恩德。你给我住口！你这个三心二意、愚蠢不堪的妇人，也就是二弟仁厚才容你至今。你以为都是你的功劳，他怕你吗？我们三日之后就搬家，你就乖乖的在此地等着葛家来接你吧。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你竟要通知我娘家休了我？你不是几次想改嫁都嫁不成吗？我不过是助你一臂之力而已。我知道你这么对我，无非是要为你女儿报仇。可我并未加害过他，是他自己不争气，你恨错人了。我萧元一从不轻易恨人，也绝不会恨错人。记恨不行，日劳心灼，我又怎会不管不查放纵了你？你所做的一切，我都清清楚楚。你这十几年对袅袅做的事，全都知道。那你又能拿我如何？大不了我带着泱泱回娘家去。想得美！泱泱现在是陈家子，自然就是陈家的人，但你得走，我需让你知道，当年你假托老神仙之名，逼我抛下袅袅时，我心里的滋味。这位小公子，啥呀？君姑，可是让老神仙说准了。君姑千万记住了，老神仙可说了啊，须得留下此胎孩儿，方能保君姑安稳度过此劫。不能忘。不忘不忘。江湖术士的话你也敢往阿母面前递啊？你安的什么心？旭伯出征在即，不舍得孩儿也是人之常情。正好了，四父新生产，身子虚弱，不若让四父和小公子一起留下来。这样一来，四父既可照顾了孩儿，又能应了老神仙的话，让君姑安稳地度过此难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？你竟妄想拆散我们夫妻，谁也不会留下，我们一家人死也要在一起。那阿母呢？阿母就不是你的家人吗？你就舍得阿母的命吗？老神仙说了，今年我逢遭血光之灾，必须留下主这胎，方能挡煞。哎呀，你个不孝子，你分明是要我的命嘛！哎呀，我白白的养活了你们兄弟几个呀，老头子，我活不了了。阿母，那分明是江湖术士的谎言，无稽之谈。哎，这老神仙算得可准了。老神仙说四父定一举得难，岂不是应准了？对，准了。算得准，好，我现在就去宰了他，看他能不能算出自己的一劫。将军，将军，刚得军令，孤城危矣，须得将军紧急前去救援。什么？圣上刚下军令，即刻整军，一个时辰后出发，
出师孤城，驰援皇后。你走也可以，必须留下这胎孩儿，否则从我身上踩过去。 君姑方才说什么？只有留下孩子，才可替君姑挡过这一劫。对，还须得是这胎的孩儿。对，这胎的。既然如此，那便留下女儿吧。女儿？是龙凤胎，女君还生下了一位女公子。 怎么？要谁呀？我把女儿留给君姑，便是我们夫妇给君姑尽孝了。我带儿子走。愿意。将军，祸事危急，不可耽搁，即刻启程。 二叔呢？家主陪着呢，女君放心。多派些人看着葛氏，眼下就要迁居了，别让他坏了我们的皇道正气。女君就放心吧，不是我瞧不起钟夫人，便是现在给他把刀子，他也舍不得自强。家门不幸，也不是什么好事，莫要喜形于色。女君说的是。 若是他安分些，我自会留下这老宅，与他养老终身。如今看来，是用不上了。我呢，是可怜他年幼丧母，娇惯过分了。我也知道他有好多不妥之处。 但还是厚着脸皮把她嫁到了程家呀，苦了大家喽。这些年，诸位是多有包涵。今天，老夫特前来，太公，赔礼了。使不得，老太公，清醒，清醒。阿父，明明是他程家对我诸多委屈。混账！ 你叔，自从你出世，君就对你是无所不依，何等的爱护！你可尽过一日的孝心，
日复一日的胡闹惹事，如今君舅以年届古稀，为了你冒着风雪，连日连夜的赶路，你尚无一丝愧疚之情。你简直是全无心肝。太公这般，让我等汗颜。 将军，休提此事。这只有我女儿这等妇人才整天把粮草这点事挂在嘴边。想当日，天下大乱呐，像我葛家博有资产，而又无依仗者，那不过是饿狼口中的一片高鱼饵啊！亏得将军振臂一呼。 我等乡民得以保全，有何可言谢的？不敢当，不敢当。老太公过谦了。十几年来，我是久居乡里，耳目闭塞呀。原本以为他随着年岁的增长，他这脾气会慢慢的变好，可是想不到，据来人回报，他非但没有改正，反而是变本加厉。这算苦了你了。 我没有教养好自己的女儿，反倒害了你。岳父大人，您别这么说，也有我的不是。原本他，女婿，你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，我怎么会不知道你的品性呢？本来做翁婿是最好的缘分，最后反倒害了你，使你志气消磨。你说我？ 还有什么脸面再见大家呀？哎，今天你就写休书一封，我立刻带着这孽障回家。去！不是说葛家人来了吗？ 老夫人定会携全家宴请的，怎么女公子先回来了？人家一家人你侬我侬的，我去凑什么热闹？从前我觉得堂子倒霉，堂上这么一个拎不清的阿母，如今才知道，他的命是真的好，舅母这般疼他。 众夫人携三娘子不是儿郎，没满周岁就丢给舅母养，这算什么命好啊！霍希福所依，堂子若和我一样，在家中长大，定会和二叔母一般，人憎鬼厌。他如今在外祖父家长大，葛家人把他当成掌上明珠，都不似我。大母不疼，二母不爱，还有一个不怀好意的二叔母教养着。 我才是命不好呢，全家人哪有不喜欢你公子的？你怎能自行离开呢？还没给葛太公问安呢，也未免太失礼了。太公又不是来走亲戚的，是来办大事的，我一小辈在旁做什么？看二叔父写休书吗？这些年二叔母可没少折腾我，难道我还要听太公对我这孙辈说对不住？ 不过今日之事，是我未想周全，今后会改，一定会改的。还是要跟我去给葛太公和葛舅母见安，免得让人等久了。舅母带我回家吧，我想回家。傻洋洋，成家才是你的家，这里有你的父母，有你的家人。 你也只有在程家，才有前程。我不要前程，我要舅父舅母。阿紫，哎，进来吧。好，妹妹。给舅母问安。
这是袅袅吧？这孩子看着就乖巧。来，快坐啊。我们家女叔她，阿紫别再说了，咱们两家比邻而居，有何不清楚？阿紫也没少吃过她的苦，可是后来她嫁入你家，轮到你受苦了。这下她被太公领回去，又得你受罪了。说起来也是我对不住你。洋洋，不要一听到别人非议你的母亲，你就觉得羞愧，把头低下去。我们受之父母的，不仅仅是你的身体发肤，还有你的品性。如果父母品性得宜，你就好好的学习，跟随；如果父母有所不足，你就引以为戒。记着，你的言行才是你身上最好的配饰。现在把你的头抬起来。都说男儿志在四方，那女娘难道就能永远依附父母而活吗？父母做不了你一辈子的靠山，只有你自己心智坚毅，才不惧山倒海枯。无论何时何地，都要像一棵大树般自立自强。你呀，以后要学到大伯母的三四分，就无语了。为何都不喝烙浆啊？舅母，尝尝，这是我们家烙浆，可好喝了。这袅袅可真是懂事啊。阿紫还是像当年般心胸宽阔，教出来的泱泱，自言行举止端庄敦厚，哪像我家袅袅啊，贝哥。也不知这一切是否还来得及。这教孩子哪有来不及的？纵使孩儿们七老八十，只要为人阿母的尚有一口气在，就有责任教会他们。我们家泱泱呢，虽然人是钝了一点儿，但胜在他老实听话。希望妹妹以后千万不要嫌弃他。我从前就喜欢阿紫，阿紫教出的泱泱，我自更心中喜欢，怎会嫌弃？从今日起，泱泱就如同我亲生女儿般，绝不令她受半点委屈。你站住！阿母还有何吩咐？不是说好了要去给太公请安吗？为何还是要回去？阿母不会真觉得太公是去歇歇的吧？若我现在去，怕是要撞见二叔母挨训了。难不成是阿母想去听墙根？若是如此的话，袅袅倒可以陪你。我问你，你为何要抢着给葛舅母端烙浆？人家泱泱还在呢，如此出风头，置他于何地？
我无非是觉得葛舅母说话中听，我喜欢这般性子的人，便就这么做了。阿母为何会这般想我？阿母就是瞧我不顺眼，恨不得从最坏处揣度我。在阿母心中，唐子敦后，我却从不忍闪，所以我做任何事情都是心有算计。若非你平日里行事偏激，阿母也不至于误会你。你若与你堂子一样，寻常柔淑勤勉，旁人想你，自然也就会从好处想。女儿愚笨，学不来泱泱阿姊。可我真是好羡慕她，自小就有葛舅母教养。我从小就没人教，哪里比得上？阿母不必生气，女儿倒有一法子。为了阿母的康健着想，这次以后倒也不用一直盯着我，多去看看十全十美的堂子。如此一来，你什么气都顺了。无碍，再刺头的兵我都能训，不过就是个顽劣女娘。日后我自有办法慢慢调教的。陈少商，与其卖力讨好那些对你早有成见之人，不若索性寡情一些。反正你既无至亲可依靠，也无挚友可分担，厌你之人比爱你之人多得多。没了葛氏，还会有其他人，不如对自己好些，对他人期待少些，活得才能更自在。因家母年迈，未能远送。哎呀，老夫哪有脸面再让老亲家远送啊？贤侄啊，你从小就好读书，家世顾家，你既有心继续求学，此去白鹿山定学有所成。太公错爱，实对不住。你呢，不要自愧残肢，也不要自愧年长。古来多少圣贤一把年纪了才有成就，咱们比不了圣贤的成就，但是比比劲头总可以吧。待到以后你学有所成，返回故乡，一定要办一间学社，不论贫富，只要他肯读书，咱们就教。到那时也不忘老夫一片苦心呐。承太公所愿，程程定无负所啊。阿父，阿父只管安心去读书，家中杂物泱泱会学着打理。你阿母回葛家了，阿父也要远行了，从此便不能体贴照拂您。长嫂，娘娘性子软，身边婢女虽然都是使唤惯的，但我依然是放心不下，所以还望长兄长嫂能够看顾一二，这样我去白鹿书院也能够安心读书。二弟放心，我定会如亲生子女一样教诲养育的，定不让泱泱受半点委屈。泱泱，以后遇到事多跟你大伯母商议，你要记着，程家才是你的家。请舅母放心，我会的。孩子，日后要多听大伯父大伯母的话啊。好了，常言道送金千里必有一别呀。
大家请留步，告辞了。太公一路保重。拜托长兄长嫂，程程，谢过了。贤弟，保重。保重。已经差人送信到白鹿山，带你阿父到了书院，自会有人照拂的。